大家辛苦了，感谢咱很牛，咱在后边有，我们是要给他们热情的掌声，谢谢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谢谢，先先的帮你拍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到现场的，是咱的大牙跟李牙，就是我们大家说的七爷跟八爷。对，做大家一般所看到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七爷跟八爷除了打个龙山，一个较短，一个较矮，一个乌的，一个白的以外，大家知道我们的七牙。
对，我们的朵牙跟李牙哦，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李牙，就是他本身的步伐，因为我们如果以嘎琼来讲，那朵牙是跳飞蛾魂白鹤拳，哦，有分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李牙是跳猴拳，是，所以他的整个动作上面会比较灵活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会比较鼓一点的，是吧？对，没有，他是比较灵活的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看他不管在步伐上面，因为他个子也比较小，就相传我们两个的好兄弟。两个来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哦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之后也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艺术，他们身上不管是在头上或者是在服装上，其实都有相当多的。小可能没有说，我还真是没有发现。你看、啊，因为一般的人真的是不会去发现到这种。啊，大家拢讲看动龙叉，动龙叉，就是一定要看动龙叉，就是看热闹，大家都会这样子说。对。但是真正的这里面的含义是非常非常的多。是的。这个要研究，真的是要请教我们哦，比较资深的。这些前辈们哦，真的，我们的范将军，是他们两个是好兄弟、好朋友，所以你等下注意看他们的互动。你看，每一招都会叫哥哥啊，哥哥，我在前面看好了，你也上来啊，你来慢慢走啊。你看他们两个的一个对应，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爱的，对，传达出那个兄弟情结。真的啊，真的是跑去跟他讲，哥哥你要来了哦。对，哥哥我已经跟神明拜好了，没问题了，可以来了，对。非常非常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，哎，给他点了这喊，其实这个是很困难，因为你想，哎，每一尊都这么高，之后他怎么在里面利用那个竹鞭，利用肩膀去控制？他非常的辛苦，里面的那个人。今天的气温31度，你敢想31度的人在内底？那今天为了我们今天哦，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众爷的盛世，你敢看大家这么闹热掉？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香港媒体呀、啊，这个美国媒体没有来采访，这是你们损失啊，真的、啊。真的没有，你过来哪里？我虽然管不管、啊，里面又不能装电风扇，也不能装冷气、啊，其实真的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其实我有穿过哎、欸，啊，真的吗？就是有一次人家表演，然后其实我就进去穿。真的一秒钟都没有办法待在里面，对，而且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重，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台湾人的精神，对，为了自己的信仰，就巩固我们的信仰，所以不怕苦不怕难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以这边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朵牙跟李牙，来掌声。接下来来我们小婷哥即将进入的这一位，即将进入这个，对，我要等他转过来，因为有一点遥远，因为他一样是戴冠，做戴冠，我在猜说是不是太子爷，还是是封神哦，那得封神。来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会场哦，是我们的封神，来给我们跟着封神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感谢我们的新庄中港神将会，起码你很留意这些风神。风神，对，因为风雨雷电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它也是有雷神啊、水神，对不对、啊？对，风雨雷电这四尊大神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新庄的神将会哦，也特别来响应我们这一场的盛事。没错，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。南台湾的热情今天都带到我们的台北，我们新庄地区哦，几年几届啊，你啊，你啊，今年看无，你啊，等每年365天哦。好，过来来，是咱的雷神。哇，不是雷神，所有的雷神哦，是雷神，是雷神，嘿，去拜拜，索尔。啊，大家拢就是讲雷神，就是索尔，不是，那是美国的雷神呐、啊，这是咱台湾的雷神，变足大粒的，所以这是雷神，咱正港的台湾的雷神。感恩，谢谢我们封神，来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的雷神，我们的雷神来到我们的大前来进行拜礼。对，来，这些雷神呢，可以祈求我们大家都可以，天灾都不要来哦，让大家风调雨顺，风
雨都不要来，让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是的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中港神将会。有没有大家注意看雷公雷神，他跟那个一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叫阿楚，而且他的嘴巴是跟小虎一样，对对，就是我们一般大家看到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他的脸，嘿，是完全不一样。其实 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中港神教会，干杯。